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，在梦里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的。他还说，如果我想他了，我就可以在梦里见到他，因为有一天他会来找我，带我去美国。那个让我们所有的梦想都可以成真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就要走了。住口！不用这么怕，牡丹。就有一天你会把你的债还清。大家坐起来，看了马上就来了。怎么还没有排好队？快点！等这里，闭嘴。欢迎欢迎，请进来。
很棒，他马上就会来陪你。啊，他马上就会来陪你了。这是你的妈妈吗？她说她会接我到美国去的。我相信她会来接你的。你以为你可以变得像这个新来的吗？别骗自己了。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，我也想我妈妈。费，做梦有什么用？那也可不能改变窗外的世界。一个星期以后，她也会跟我们一样，没希望。我不像你一样，死了心。那好吧。你去做你的梦吧，看你妈妈还要不要你。这个小妓女。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没有梦想自由，我们只是妓女。大家起来，很好。先生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不好意思，他新来的，他什么都不懂。新来的，如果我的朋友要他，你一定要给他。不好意思，他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他朋友可以吗？好了，太好了，请你在外嫂等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就要走了，客人在等了。
小女孩，去躺下来。在这里没有什么男人会伤害你。请进来，请出手轻一点。他们的面容是为一颗贵的东西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他需要多一点时间。时候，你别惹他，要不然他会很生气。你就想象你在一个很开心的地方，像你和你的妈妈在美国的时候。
窗外的任何东西都不重要，你别让你看见的东西停住你的梦想。你让我看见我都已经忘记掉的事儿，在我的梦里什么都不用改变。飞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该走。的任何东西都不重要，你还可以再梦见美国呢。我会在这里和你一起梦想，在我们的梦里，什么都不用改变。在梦见美国呢，gentlemen welcome。
very beautiful girl.我们总是可以梦，对不对呀？